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冬菇。这个视频就是来讲一下那个 Archon 怎么加法线生日。然后，可能有人不知道法线贴图到底是什么，我就先把我是刚刚做的这个东西拿出来演示一下。你看这个手套，哎呀，手套看起来就很有质感嘛。为什么有这么有质感呢？就是因为它加了法线贴图。然后再比如说，这个头发有一点有发丝的那个痕迹，这也是加了法线渲染的。还有他的衣服啊、裤子啊什么的。那如果没有法线渲染的话，看一下，比如说我把它变成正常锐自带的头发的那个东西，就是这样子的，是吧？一下子就变得很平滑。所以先简单解释一下法线贴图到底是什么，能干什么。然后呢，先把它关了。然后讲瑞炫里面怎么把那个法线贴图贴上去。首先，法线贴图长这个样，哎呀，长这个样子。素材在哪里下载呢？首先是 N 炫也可以加法线贴图，但是跟瑞炫的加的方式不太一样。N 炫的作者他配布了一系列的贴图文件，所以你可以直接拿这他配布的这些文件来做。这个就是他配布的文件，有很多种。然后这里是预览图，你看，比如说上面这一行都是衣服的布料，能看出来这是比较粗糙的毛衣，这个比较细腻一点，每个都不一样。然后还有这个发丝的贴图是我在我群里搞到的，我也不知道是谁做的，真的。好，然后你现在就是我会把那个这个 B 版的链接放到评论里面。如果你下了这个之后，你要打开瑞的，那首先找到瑞，我用瑞1.3.0来做解说，然后什么，然后打开 Materials，这里下面会有 Material 这个和2.0，然后还有一个FXSUB 文件，然后你要在这里新建一个文件夹，你叫什么都可以，就是到时候要放你这个法线贴图的。建了这个文件，然后复制一个 FX 文件，再复制一个这个 FXSUB。我是用的2.0，我不知道有什么区别，这个和2.0，但是既然它叫2.0了，应该就是稍微好一点吧。然后呀，好的，不要移动，复制，然后到这里面粘贴，然后把你想要改贴图的那张图，我随便拿一张。那么好看一点，这个10B 吧，把这个复制进去，然后随便改个名，因为比较方便输入一点。之后你要编辑这个 FX 文件，建议你们是下一个 Notepad，看这个软件就是专门编辑这些东西用的一个软件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可以用记事本，但是我听说用记事本的话有可能乱码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如果说你们用记事本也可以的话，就可以用；如果说你用记事本试过之后发现不可以，就下一个 Notepad 或者类似的软件吧。把它用 Notepad 打开之后，会发现这有一团数据，这有一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"团"这个字。然后你看，这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。再往下就找到28行，这个 Normal Map 指的就是法线贴图，然后零就是未开启的意思，把这个零改成一，就是说要允许它有法线贴图，然后31行这个 map file，在这个里面，在引号里面就输入我们刚才这个玩意儿的名字，它就叫1.png。之后保存一下，其实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你要是瑞炫加出来，把这个在 material tab 里面把这个导进去，它就是已经贴上这个图了。我先验证一下，随便打开一个夹着瑞的。好慢呀！哎，好慢，好慢，好慢！我先把这个删掉，删掉，全部删掉。OK，看书多，饿。然后我这里有一个解说用的小小东西，先给它在 main 里面。main 里面上一个 main，然后 recontroller 的这玩意儿啊，调的太亮了，光污染，关上，关上，我操，怎么还这么亮？咦，我没在调什么，怎么这么亮？难道说要再加载个场景吗？哎，不对，哦，我知道了。站着好多了嘛，然后再把这个光晕的这玩意儿关了，完美。
这就是这个球和方立方体是那个 N 炫的那个作者他配布贴图里面带的，所以我就把它拿过来演示用。之后呢，我们打开这个到 Material Tab Map 里面 Sample 展开，随便拿这个球体，再加这个四角，选择贴图，然后找到刚才那个 Material， 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这有所谓的法线贴图了，是不是跟旁边这个没有加的瞬间感觉就出来了？然后，这就是最基础的怎么用锐加法线贴图。之后，我会发现33、34还有两行参数。你看这个叫 Normal Map Scale 和 Normal Map Loop Number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说你数值越大，它这个显示出来的这个纹理就越深。第二个呢，是你数值越大，它这个整个纹理就会缩小。不知道怎么解释，所以我用图来说一下。假如我把它改成5，保存，看我保存的一瞬间，它就已经变了。你看它那个方块块变小了。所以就是数值越大，它这个纹理就越紧凑，对，是这么说。好，如果把上面这个改了，比如说改成三，保存一下，就显得就明显了很多。这个五太难看了，改成二吧。再把这个再深一点，看，这就是很不错的一个墙壁的材质感觉了。所以这就是哦，还有一点就是说。如果你想在这个文件夹里加很多种法线渲染的话，这个文件只需要一个，就这个文件它一直在这就可以了。然后你可以从别的地方，比如说把它改一个名字，叫 Material 一，然后你再从外面复制一个2.0过来，然后重命名成 Material 二，再，哎呀，然后再比如说随便再拖一个另一个贴图进来，你这样编辑 Material 二，跟刚才是一样的 Normal Map。零改成一，这个改成2.png，好，保存一下，在这，哎，哪里？刚刚这个贴图怎么也不见了？哦，对哦，我刚才改了个名字，哇，他妈傻逼！然后这是刚刚那个，哎，哪去了？这是那个头发贴图的发丝贴图，随便混进来的就感觉很奇怪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文件在同一个文件夹里只需要一个，然后假如说你觉得这样列起来好，如果说你想在一个文件夹里放很多的话，贴图摆起来会很麻烦，就可以再建个文件夹把贴图都放进去。然后在这里呢，然后在这里呢，把这个文件的路径这么改就可以了。你贴图放在什么里面都可以，只要在这个子文件夹内就可以。你这个文件夹内，你再建无数个文件夹都可以，只要你把路径名输入输对了，保存一下。那它是还在的。然后 text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大概没了，这就是最简单的，不是最基本的锐炫加法线的方式。之后呢，如果说你不想用他给的那些贴图，你想自己找其他贴图的话，不想用这些贴图，想找其他贴图，我可以推荐一个网站，对，就是这个 texture.com，它这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多可以拿来转化成法线贴图的图片。至于怎么转，就是普通的这种图片怎么转成法线贴图用的那种蓝不拉几的图呢？其实网上还有教程。可以用这个 Crazy Bump，是随便搜一下就能下到，然后网上又可以搜到它的教程，也可以用 PS 的话，下一个法线贴图的插件也可以转。我不做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找到这个东西的破解版，我现在一个月试用期过了，所以用不了。你们要是没下过这个的话，就可以先下一个它，反正第一个月是试用期嘛，不用买，那么就趁这个功夫就把你所有想转化成法线贴图的展示就行了。我现在没有什么可转的，没有什么软件可以转了，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些就已经够了。它包含的很全面的，它从衣服到石壁，然后到什么这个那个的，它都有了。其实，你看，很多种，就比如说，这怎么放大？怎么放？这个法线贴图，就是我上个视频里面他们的布料，衣服布料，然后是大部分模型的衣服布料。如果你们还记得卢卡的那个毛衣，卢卡的毛衣是这个，所以说它这个贴图已经很全了，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自己去做。如果你想做的话，那你就自己研究去了。好，就这些了，拜拜。
ついてた。